我市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国庆快闪活动。9月22日上午，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，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在广场上空飘扬，诠释最美廊坊人道德模范，非遗传承人。大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代表1200多人自发地来到这里，通过快闪的形式，用歌声表达爱国心声，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激动人心的歌声刚刚落下，两位评剧演员和一名京东大鼓演员从合唱队伍中走出来，用评剧大鼓的形式深情演绎我和我的祖国，唱出对祖国的依恋之情，唱出与祖国不能割舍的情感。随后现场上千名群众再次用歌声对祖国表白，把这场快闪推向高潮。今天能够参加我和我的祖国这个快闪活动，非常的激动，就是在建国70周年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活动，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，整个人都是心潮澎湃呀。